你可唔可以錫我一次啊？我想知道這種感覺是不是真的。你覺不覺得 Rex 喜歡你啊？你對我這麼好做什麼？你喜歡我啊？是啊，我是喜歡你的。我不是機的，由讀書到現在我一直都是喜歡你。學校流傳你說你有白血病的單嘢是不是堅的？我沒有時間了，我覺得好多嘢都已經行錯咗。大家都知道佢中意嘅人係你啊，佢都唔會接受我噶。你知唔知一个人了解自己就系死嘅感觉系点啊？咁样嘅我，仲有咩资格去讲爱啊？仲有咩嘢资格要人哋将啲时间嘥喺我身上啊？如果我不是有这个病，你估我哋可以一起几耐呀？你还是过了几年之后，所有感觉都会没晒呀？明白爱怎能不知道？